围起来是要妈祖是要下来的意思。没错。跟他的美丽宫女们，他十三妈祖刚才已经踢倒了，现在很悠悠雅雅的走到我们的那个新港奉天宫。哎呦呦，哦！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场庙我有很多看点。好，再一次啊！这样虽然我们昨天没怎么睡了，但是度着别回温进行的最后哎，对不对？主要是那个景靖太子宫直上妈祖尬景的这个宫女，哦，每一个都美若天仙。哎，那围起来是要妈祖是要下来的意思？没错。是吗？走到我们的那个新港奉天宫，哇嗨，妹妹们很配合。可以改了，好优雅哦，还有整个很美的画面。